曹镇长，曹镇长，哎，永新厂长，哎，沈镇长走了吗？刚走，怎么了？啊，我有个情况想跟您汇报一下。哦，镇长，您坐。哎，今天来了一位河北的客商，他知道我们茶叶丰收，市场滞销的情况，打算过来抄底。他想一下子购买我们800斤金盏挂片。七折？那能不能想想办法给他做做工作，把价格适当的往上提一下？没有用，他摆明了就是来抄底的。他给我们3天时间，3天一到他就飞走了。我就是着急的跑过来想问你们一下，到底该怎么办，卖还是不卖？ 不卖，卖了，乡亲们一年就白干了。 可是时间不等人啊，沈县长直播解决不了大问题，一天才卖出去10斤茶叶，一个月能卖多少？你们自己算算账。沈县长是今天刚刚开始直播，已经安排好了，从明天开始，各乡镇的基层干部都开始直播带货，我相信销售量一定会上去的。这生意咱们不能做。好吧，那我再去想想办法，你们也抓紧啊，那我走了。 我走了。好，永新厂长，我送一下您。沈县长，准备好了吗？可以了吧？好，开始，来。那我开始了。 嗨，亲爱的网友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沈县长直播间。今天呀，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炒茶的传统工艺。朋友们，开始了吗？嗯，开始了。大家看了我们的茶园，今天呢，我要带大家看一看炒茶作坊。大家请看，这就是我们传统的炒茶作坊。<笑>我们沈县长还。 还可以哈，我们郑书记，我们的粉丝量已经达到20万了，就是在这制作出来的。好，大家请跟我来，来，我们继续看，我们继续看。来，大家看，这个就是我们金盏挂片的鲜叶，新鲜的叶子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摊粮用的竹皮子。啊，往这里看，给锅一个特写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炒熟锅。 这边，这面呢，就是我们的炒生锅。往这边看，看，这就是茶叶啊，经过几道工序。来，过来，这就是呢，老火烘焙炉。对，让一下，你看他们过去了，看，就这么烘焙一下，烘啊烘。好了，现在呢，由我来给大家炒茶了。沈县长真是用心了。 大家好，大家已经看到了我。
我们的沈县长已经开始炒制茶叶了，下面呢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。现在这道工序啊叫做炒生锅。现在啊，锅里的温度大概在150度左右，我们的鲜叶呢是在80克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沈县长手里拿着的这个像一个小笤帚一样的东西，我们叫它把子。我们就是用把子呀，对茶叶进行翻炒杀青的。那这个过程大概要持续2分钟。要把茶叶炒到什么程度呢？要把茶叶炒到叶软翠绿，透出茶叶的清香来。这个时候啊，茶叶的含水量是达到了70%。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啊，看看大家正在紧张的炒制中。说的不错，嗯。现在这个步骤啊叫炒熟锅，这个锅内的温度呢是100度。这个步骤需要我们边拍边炒，也是茶叶定型的时候，大约需要4分钟。此时叶片的含水量在45%。哎，徐局长，马局长他儿子是不是在省里边开超市呢？对啊，好像做的还挺大，开个什么连锁超市吧。你那儿有他电话吗？有啊，怎么了？把电话给我。什么意思？我给他打个电话啊，我让他看直播下单订货。你等我找找，我找找啊。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炒茶的最后一个环节了，我们俗称拉老火，就是要把这个茶叶放在炭火下进行最后的烘焙。这就要求呢火势旺，火温高，并且猛烈而均匀。这需要两个人啊抬着这个茶叶1.5秒就要拉一次，这样来来回回拉150次。所以由此可见呢，我们这一杯的绿茶要凝结我们茶农多少辛勤的汗水，并且在这150次当中不能停歇，要一气呵成，这样我们的茶叶才能保绿上霜，香气最后形成。到了最后，我们的工人进行拣选，冷却装箱，你买回家就是一杯香浓的绿茶了。结束了啊！结束了。那怎么咱进去看看？走吧，走吧，走走走走。沈县长，真是太棒了！我们现在呀，都成了您忠实的粉丝了。对呀，对呀。是啊，能跟杜老汉一起拉老火，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。是啊。沈县长，你是为我们大家拼了命了，我们所有的茶农都感谢你。你别这么说，杜大明。其实啊，我也没做什么。昨天啊，跟杜大爷学了学炒茶，也是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。今天呀，我才真正的体会到，我们的茶农啊，是真的不容易。为了这一杯杯飘香的绿茶，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，付出了多少汗水啊！就刚才那一会儿，我就流了多少汗，来来回回150次，这一天得做多少次？所以请大家放心，有我们政府在，我们一定会克服困难，一定要保证大家今年的收成，绝不让大家的汗水白流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粉丝涨到30万了。可是光涨粉丝不解决问题啊！那茶叶卖了多少呢？我差不多估算了一下，比昨天多，能卖出去大概15斤。那差得太远了。不信。母亲啊，我刚从批发市场那儿过来，情况不好。怎么说？已经有几家大的批发商降价到75折出货了。完了！你干什么去？我去找曹镇长。曹镇长！曹镇长！曹镇长，有
放心，大哥，这样下去不行啊！沈县长忙活了半天，只卖出去了15斤茶叶，这离的差距太远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别着急，我们正在做推广呢，其他的途径我们也在推进当中，相信我们吧。我是相信你，可时间不等人啊！我刚得到消息，批发市场里的很多批发商开始7-5折甩货了，明天就会变成7折。你照这样的话，陈经理就不会再给我们谈了，成本都保不住。可是无论如何，价格不能降。 老百姓的收入必须要保证，明天再不卖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了。再等一天，就等一天吧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住。好吧，好吧。那我也再想想其他的办法，明天见分晓啊。好，好，好。我觉得今天这个路子是对的，沈县长今天的直播间人气达到了10几万，这样的成绩实在是太难得了。 这说明沈县长的人气直线上升啊！哎呀，但是人气是人气，销售量是销售量啊。刚刚吴永新厂长来找我，说批发商那边价格已经达到了7-5折了，如果销售量再拉不上去的话，那真是麻烦了。是，厂子里来的那位陈经理，要以7折的价格收购800斤。如果明天我们还不能够把销量提高上去的话，那陈经理肯定就不会再等了。 这个机会也就错失了。还有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形式啊，能不能再想办法搞得更活泼些？那要不沈县长你练练，唱首歌？<笑>唱歌？哈哈，唱歌我真是不行，一唱歌我就把大家都吓跑了。 哎，我记得我看到过你们现搞的那个什么采茶舞，非常有地方特色，也很活泼。要不然，咱们请几个舞蹈演员和沈县长来个采茶舞怎么样？沈县长跳舞啊？还采茶舞啊？这是个好主意啊！啊啊！采茶舞。 接地气有特色，我小的时候学过跳舞，有点舞蹈基础。这样，请舞蹈队的同志啊来教教我，明天啊我就跳一段。<笑>行，那我马上去落实了。<笑>大哥，什么情况啊？ 陈经理说他等不了了，已经定了明天下午的机票。不是说好3天吗？明天就是第3天了，所以他不能等了。我估计啊，他到市场去过了，大概听到什么风声了。哼，这还用探听到什么风声吗？这满大街都在嚷嚷着市场滞销的事情。你再跟他好好说一说，让他多等一天。我今天去找他，就是想让他多等一天的。 可他说了，多等一天可以，但是价格必须重新谈。还要怎么谈啊？6折。啊？他这不是趁人之危吗？他怎么这样呢？你到市场去看看，真有商家6-5折出货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茶也砸手。 好，沈县长，我们一起配合一遍吧。可以，这个动作是采茶的动作是吧？对，采茶的。采茶，OK。好，来，准备，5-6-7-8，1-2-3-4-5-6-7-8，1-2-3-4-5-6-7-8，2-2-3-4-5-6-7-8，4-2-3-4-5-6-7-8，5-2-3-4。 5-6-7-8，放松，2-3-4-5-6-7-8，别紧张，继续。这个动作怎么做？就是从这儿来，就是这个，从这儿来，好吧？1-2-3-4。
五六七八二二。金家寨的茶叶哟，香又美，嘚嘚啦嘚哒。金家寨的茶叶又香又美，哎儿嗨哟哟。周书记，你还没走啊？我在学那个沈县长，他们在会议室学跳舞。他们很辛苦。你今天晚上去弄个夜宵，弄点包子呀，还有这个面条，面条牛肉面啊，再弄五香嘛，牛奶。那个多少钱？明天上班的时候我给你。周书记，这不用。别说了，按我说的去做，要快。哎，行。镇安县的茶叶又香又美，啷哒哒哒哒，咚咚咚咚咚。沈县长，你为我们卖茶叶这么拼命，你就大胆直播啊，这今天茶叶卖得出卖不出，我们都得感谢你。在乡亲们深切的凝望中，沈彤走向了直播带货的现场。带着乡亲们的重托，他忽然感觉到了一丝紧张，那是一个基层干部需要承担的责任与义务。但是此刻他明白，就像即将走向战场的战士，他不能有丝毫的退缩，只有拿出百倍的信心与勇气，才能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。刘鑫，刘鑫，怎么了？今天一大早，我这在批发市场盯着了，刚才一进我批发商，把价格降到六五折了。六五折啊！陈经理几点钟的飞机？下午两点。还有四个小时。你们看了吗？直播马上开始了啊！别紧张，放轻松。好，给，好，加油！来，我们大家加油，好不好？一块握拳，来，一二三，加油！可以开始。三二一，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沈彤，欢迎大家来到沈彤直播间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直播带货，但是为了活跃气氛，我想给大家跳一段我们大别山的特色采茶舞。大家不要见笑啊！音乐准备，预备，开始。直播，我们县长在跳舞呢。沈县长直播呢。啊，哟，这就看，这就看。小二八，你跳得不错呀。蒋总，你通知管后勤的范总，多买一点金寨瓜片。明白。哦，另外啊，通知集团所有的人关注沈县长的直播间。好的，去吧。肖总，肖总，你看，全雪纵龙的人都在看姐夫直播呢。我也正看着呢。这家伙真够拼的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以前从来没看过他跳舞。他这跳得多逗啊！这跳舞是采茶舞啊？好像是，还带了个斗笠。真行啊，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些舞蹈啊？
呀看菜郎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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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大家。哎呦，这些人数上来了啊！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啊，谢谢丁小南，好好，谢谢谢谢红苹果的礼物，谢谢。好，那个今天献丑了献丑了啊！因为呢，我们这个采茶舞也是临时学的，这几个老师都特别好教我，我也是工作也忙，但是呢，我真的尽心尽力跳了啊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继续推销我们的金寨瓜片儿，前几次直播呀，我都说了不少我们金寨瓜片的特色了。今天呢，我要说另外一件事情。今年呢，我们正阳县的茶叶大丰收，家家户户的茶叶都增产了，但是呢，也出现了滞销的情况。我们大别山革美老区的茶农们啊，辛辛苦苦劳作了一年，就是要等到每年春茶销售的时候。这是他们一年的收成，可是今年出现了茶叶滞销的情况，茶农的收入保不住了。在这里呢，我呼吁各位网友、社会各界朋友啊，能够关注我们一下，支持我们一下，帮助帮助我们。我们大别山革命老区的老百姓们，为了革命的胜利，为了新中国的建设，做出了很多的牺牲和贡献，所以呢，我也希望在此呼吁大家，能够尽点微薄之力，帮助帮助我们的老区人民。在这里，我携我们的村干部和我们所有的人，谢谢所有的网友朋友们，谢谢所有的社会各界的朋友们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不行了，陈丽丽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就要离开宾馆了，叫他们准备车。我去找他。哎，等会儿，怎么了？订单量上来了。哪儿啊？这儿。好了，金寨瓜片呢，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。下面呢，请我们的助农大使蒋将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别山红茶的情况。有请。谢谢沈县长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助农大使蒋将。刚才沈县长介绍了金寨瓜片。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别山红茶的这个情况。好了，今天的直播带货呢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沈彤县长直播间，我们明天再见，再见。OK， 蒋将怎么样？县长，你猜今天卖了多少斤？多少斤？二十斤。两百斤。两百斤。太好了。乡亲们，今天沈县长直播带货，卖出了茶叶。永兴厂长，咱们今天销售了两百斤啊！这我们得救了，啊，我们终于得救了呀！是啊，要是一天能卖两百斤，那半个月咱们这些库存就都能出手了，而且是不打折的。哇，这个沈县长厉害啊！有这样的干部带头啊，咱们全县的绿茶销售都有希望了。太好了！告诉陈经理，他可以飞走了啊！
但是你要跟人家说哈，他需要茶叶的时候，欢迎他再来，祝他一路平安啊！哦，还有，送他金寨瓜片带走。好。谢谢师傅。哎，大家好，我们在做那个进行直播。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，是正阳县文旅电商直播中心。然后呢，今天给大家卖的第一款产品呢是这个俏俏果，对对对，俏俏果，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啊，是真好波大别山山核桃。这个大别山山核桃呢，是具有很浓郁的安徽特色的，它是金家寨区域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。我之前有。周经，老马，我来了。你好，周经理。你好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告诉你个好事，我的论文终于通过了。就是那一篇关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论文吗？对，然后我的导师他给我了很高的分，他说我写的很好。恭喜你，真的太好了！恭喜你啊！谢谢。周经理，你知道吗？他写这篇论文真的太不容易了。然后我现在有一个事在找你，我看到了你们的沈县长，他在淄博带货，给老百姓买东西，然后我也想淄博带货。嗯，你能帮我安排一个直播间吗？你直播带货，你要卖到哪儿啊？ To Europe, to America, to Russia, to everywhere。对，我就是想帮忙把我们的六厂卖到国外去，怎么样？行啊，太行了！你等着，马上给你安排啊。好好好，周经，我们要加油！谢谢，太感谢你了，谢谢你支持我们。我们的金寨瓜片啊，还有一大特点，就是啊，冲泡的水啊不能超过70度。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灵芝孢子粉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，它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。Hello, my European followers. Right now, I'm in Zhenyang County, and I want to show you a delicious green tea. 在正阳县政府全力打造的网络直播中心。正阳县的干部们开始踊跃地帮助乡亲们直播带货，出现了网红县长、网红镇长、网红驻村第一书记。正阳县的土特产也通过这一途径行销全国，给乡亲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。用郑书记的话来说，乡亲们那幸福的笑脸就是干部们最大的成绩。经过多年的努力，巍巍大别山下，在解放战争时期曾映照刘邓大军千里跃进的历史姿态，如今又见证了一场老区人民波澜壮阔的反贫困决胜之战。2020年4月29日，革命老区正阳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。这个著名的将军县，在奔赴全面小康的路上，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。慢点啊！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，再见。这网约车可真是太方便了，
从县上过来一个小时就到了，这要是坐那长途大巴得半天呢。可不就是嘛，现在有钱了什么都方便，你看付完了，等下次让永兴开车送我们更快。哎，那好啊。哎，淑红，你说萧灿会答应这个事儿吗？我觉得会答应吧，真是好事儿啊。走吧，咱们快点去办完事儿，我还想在市里烫个头呢。哎呦呦呦，看把你给美的。来，两位嫂子喝点茶。谢谢啊，正宗的金寨瓜片。谢谢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还让你破费买我们的茶叶。这茶不是我买的，这是沈彤买的，他给我寄过来的。沈县长真是太好了，他为了我们的收入啊，这回是拼了命的搞直播，然后现在我们都挣到钱了，他又帮了别的乡镇去卖那土特产。哎呀，现在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网红县长了。嫂子你别夸他了，他这都是应该做的。我们现在可都是沈县长的粉丝，沈县长那舞跳啊，那叫一个好。跟你们说实话啊，我也是这么多年啊头一次看他跳舞，真的。萧灿，我们这次来呀，其实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这周我们村要办红色旅游路线的开业庆典，这事儿你知道吧？我知道，我已经收到邀请了，我会去的。太好了，不是光参加的事儿，你也准备准备。我准备什么呀？我们这次啊，不光是开业庆典，我们还打算为几对新人顺道办一个集体婚礼。哎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真的呀，集体婚礼啊，都有谁啊？我们村的李敢峰跟吴轩一对，你知道的。啊，我知道，茶厂的厂长李敢峰。哎，还有呢，曹镇长和周兆兴啊，你也知道。他们俩是有情人终成眷属。那还有谁啊？你和沈县长啊。你上次不是跟我说沈县长没给你办一个风光的婚礼吗？这次咱们就给他补办了。我们俩这不太好吧？人家是新婚，我们就别跟着凑热闹。那有什么呀？哎呀，有什么不好的？你说沈县长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忙前忙后忙里忙外的，他根本都没有时间去办那个婚礼，就这么定了。你什么都不用管，婚纱我们都给你准备好了。没错，而且这次啊，咱不能告诉沈县长，咱得给他一个惊喜，给他来个突然袭击。对，这才叫那个甜蜜。对，咱就这么定了啊。庆典马上开始了，咱们得赶紧入席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在座的父老乡亲们，大家好！正阳县金刚台红色旅游路线开通典礼正式开始。下面，有请我们正阳县的县委书记郑家华同志上台讲话。同志们，父老乡亲朋友们，我在想，无论我们工作中做出多大的成绩，我们都应该谦虚谨慎，戒骄戒躁，努力地做好自己的工作。常言说，绳锯木则断，水滴石则穿，没有征程上的努力奋斗，就不会有未来的美好蓝图。我们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正阳县是其中的小小的一个点。但是我们每一个正阳人，在正阳县这个点上努力工作，
踏踏实实的奋斗，我相信这美好的生活就能够实现。在以后的工作中，我们仍然要继续努力，继续奋斗，那个时候我们正阳县会更加美丽，我们的农民兄弟会更加富裕。为了这一天的到来，我们上下一心，继续奋斗。今天我们的仪式现场还来了一位国际友人，她就是来自欧洲的留学生玛丽伦小姐，欢迎她下台。你好。我们都知道啊，你是来到我们金刚台老村搜集素材，撰写关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博士论文的。今天在这我也很高兴地告诉大家，她的论文啊获得了高分通过，请她给我们讲两句。大家好，我会说中文。我叫玛丽伦，我搞了一个片子，想给大家放一下。我在单位上住了两个月。我来到这里写我的论文，经过这段时间，我爱上了这片土地。我宣布，正阳县金家寨镇金刚台红色旅游路线正式开通。灰娘厨房的总经理，欢迎。
第二对儿是我们的曹艳秋同志，我们金家寨镇党委副书记，镇长，新郎周兆兴，年轻有为，下文村茶厂广告部经理，恭喜二位。真的，我没想到，在这里，我真诚地感谢你们，谢谢。我们的脱贫攻坚已经完美收官了，乡村振兴的蓝图已经在我们的面前展开了。亲爱的家人们，接下来我们共同努力，为奔向小康、振兴乡村而努力奋斗。我宣布婚礼正式开始。前面的路多难走，会遇到多少困难，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，我们会尽全力。我们扶贫干部把脱贫攻坚作为从政生涯中最完美的事业来完成，一生不留遗憾，对老百姓，对这片土地发自内心的热爱，这就是情怀。窗关不住。